DSE 2019年的31条，咁題目咧就係、是、有三樣嘢啦，咁就擋 alpha、beta、gamma。咁咧喺教科書嚟講咧，佢用 carbon， 佢就擋到 alpha； 5mm thick 咧就擋到 beta。咁教科書咧就用25mm 嘅話咧就會擋到一半嘅 gamma。好啦，咁同學你都要知道一樣嘢啦，佢擋得 beta 嘅話，咁當然擋曬 alpha 啦。佢 25mm 擋到曬二分一個 alpha gamma 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都擋到曬所有嘅 beta 同埋擋到曬所有 alpha 啦。10mm 都已經全部擋到曬㗎啦。OK，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已經知道個答案㗎啦。好，第一個佢問係 reset 係咪冇任何嘢，咁啊唔係啦，因為仲起碼有多過一半嘅 gamma 啦。到第二個 Y 同埋 beta 同埋 gamma 係咪 detect 到？咁又唔係啦，因為呢度咧就 detect 唔到 beta 噶啦。好 ，Part C，alpha 咧就係咪 detect X？ 唔好意思啦 ，alpha 都擋俾一張紙都擋曬噶啦。好啦，到最後啦，beta 咧就會喺呢度揾到，但係咧因為 5mm thick 咧就已經擋到 beta， 咁唔使問啦 ，reset 都擋到曬噶啦。咁所以答案咧就會係 dot 啦。